薇薇手机在我这儿，怎么回事？懒得搭理你呗，还问。你快告诉我，薇薇在哪儿？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。要不是因为看见薇薇那么痛苦，我才懒得搭理你。薇乐，真的太感谢你了啊！改天请你吃饭。哎哎哎哎，你车回去。不是，我哪有钱打车呀？哎，你把车窗摇。 喂，要死啊！一天天的都，薇，你来了，怎么是你？我也没想到那么巧。 今天我们是来工作的，我希望我们能够专业点。坐吧。工作是吧？你说吧，我时间很宝贵。我告诉你。 言语潇湘的人都不是老东西，那个李思静只不过是玩弄你而已。说完了吗？这是公事吗？我只不过看到了婚讯，我怕你受到伤害。你怕我受伤害？你在薇薇安那儿受伤害了是吗？过来弥补内心的空虚了。
不要说的那么难听。对，没错，我是跟那个明媛分手了。但我今天过来找你，是我意识到，我这辈子最爱的是谁。这个是我在阿根廷看到的，当时我觉得特别适合你，我就买了。我跟你在一起六年，你没送过东西，你现在送我东西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对不起，微微，这六年我没有送过你礼物，是我不对。别人常说，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，是因为身边有个相伴的女人。你知道吗？那些日子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六年的时间不是一朝一夕的。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宋小东，你真的很可笑。微微，微微，放手！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放手！放开！你想干嘛？李司机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够了，李司机！宋小东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跟你都不可能了。我的心已经死了，还有你，你也一样。微微，微微，住下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敢来骚扰他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见面就跟我有关系，跟你有什么关啊？你跟别的女人在报纸上已经订婚了，凭什么管我啊？微微，我给你打电话解释过，你就是不听啊。这些事都是陈家的一厢情愿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好，今天你看到我在报纸上跟别的男人订婚了，我跟你说这男人一厢情愿，你信吗？张薇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说过，我们的缘分从四叶草开始。这个戒指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原本想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拿出来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我现在就向你求婚，嫁给我。真是可笑，结婚是儿戏是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四叶草是吧？咱们结束了。我会证明给你看。
确实挺合适。那个，送我回去吧。送你回去也得等衣服干了呀，是不是？怕我呀？没有。哎，放手，李思锦，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 不放啊！不是，怎么了你？啊！厅长，我没有和陈家的订婚，这都是我妈所希望的。 他跟我说这是命运的安排，可是我不相信。我爸告诉过我，人不能认命，所以一直以来，我都很努力的在拼搏。小的时候，我爸那时候刚去世，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死亡。 但是我知道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在我心里，就像一座大厦一样，瞬间坍塌了。那时我躲在房间里，哭了整整一个星期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。 无论什么事情，都要自己去面对，去争取，包括我爱的人。爱不能太纠缠，我和你谁都无法承担，爱太难。 来不及告诉你，并不想让你走，来不及找到可以原谅的理由。空荡荡这双手，抓不住这借口，有些话好久好久。 都说不出口，爱不能太纠缠，我和你谁都无法承担，爱太难，到一段，到最后我只……妈，回来了。啊。 我那煲都有汤，你喝点吧。不喝了，累了。公司的事怎么样了？明天约李永福再谈谈吧。那订婚那事儿，您别再提订婚的事儿了。订婚的事儿就是个玩笑。还有啊，我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人了，以后我的事您别插手。 这个事儿呢，你就别找我谈了，我是不会降租的。哎呀，行了，李总，咱们呀，长话短说的，我现在呢是急需用钱，我给你两个选择吧，要么你就涨50%的租金，要么呢，你就买下这两个店面。刘老板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合作的很愉快。 而且我们呢也很有诚意，长期租赁下去，涨几个月租金不是问题。可是您为什么突然会这样？我很想知道原因。我没什么原因，我现在就急需用钱。哎呀，就是因为咱们合作比较愉快，我呢才提前通知你。
行了，我呀不打扰了。你想清楚了以后啊，再给我答复吧。 妈妈，想你了就来看看你啊！你怎么知道爱喝酸奶？当然知道你爱喝了。今天不忙啊？忙也得吃饭啊！过来请你吃饭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，哎，我们这有一个日料，你请我吃日料吧。好啊。嗯。丫头，疯了！我是疯了。背着我，找女人，我是你未婚妻。 准确的说呢，我现在是在追求她。你的幸福呢，是用标签来堆起来的，这就是你和她本质上的区别，明白吗？我不会把婚姻和生意混为一谈，赶快把这件事情给我处理好，要不是看在我们两家日子多年的份上，我一定会让你难看的。 这城市人太冷漠，太脆弱。你给我听着，张薇才是我未婚妻。你以后再敢做出过分的事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一个人走了太多，眼泪也不停转着，洗白在下了夜晚。我的心好冷，等着你。 赵小璐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本来没想直接上你家来，但是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，我真的是没办法。你说你干了什么好事啊你？没干什么呀，我跟他就是在广州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普通朋友。然后呢？生气。没然后了，真的就是在广州做生意认识的。你不要再跟我解释了，小鹿姑娘都跟我们讲了。小鹿，你讲什么了呀？我给你打电话，本来是想说再见，我没想让你负责。可是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又不接我电话。啊！别哭，别哭了啊！莫名其妙哭什么呀？混账东西！爸，爸，爸，你干嘛呀？你说你在广州做生意，你都做了什么混账事？爸，你别生气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别管。不是，你好好说嘛！你对……你进去。行行行，我进去。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去吧。姐。姐，爸，我真的没干什么，我跟他就在广东做生意，赔了钱，赔钱我也不想啊，我也赔了呀。你搞大了人家的肚子，你还赔光了人家的钱。赵二路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你自己做的事儿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做什么了？叔叔，爸，不是他说那样的，他诬陷我。我怎么教育出你这么个儿子来？啊，爸，滚出去！你听我说，你不许再进我的家门。爸，老师，出去！张老师，你听我说呀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爸，你出去。不是，张老师，听我说呀！谁也不许给他开门。完了，你来干嘛？美女，能不能在你家借宿一晚啊？爸，嗯，别生气了啊，时候也不早了，要么你歇会儿去。嗯，咱们家地方也不大，小鹿，要不你跟大姑挤我那屋睡睡，好吗？那你睡哪儿啊？我先睡沙发。不用，梅姐，我睡沙发就行，你别挪地了。哟，你还挺会关心人的哈。你怀着孕呢，在沙发上窝着，你不怕硌着肚子的孩子啊？嗯，对啊，你怀着孕呢，听话，你就睡里边去吧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平常在家也是睡沙发。小鹿，你就睡张婷那屋，她惹的祸不能让别人遭罪，等她回来让她睡沙发。我看可以，那个张天的屋挺乱的，我帮你收拾收拾啊。哎，不用大姑，他住哪屋？那屋啊。啊，来来来，我自己可以。哎哎哎，行了，慢点，没事。嘿，到底是年轻啊，那哪像怀孕的呀？爸，小景出去半天了，要不？我去找找他，不用找他，让他在外边好好想想。哦，行，那你别生气了啊，我去帮他弄弄。谁信呢？肯定是你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了，还不想负责任。哦，现在反咬一口，说人家姑娘冤枉你。怎么连你都不信我呀？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那人家姑娘二啊，明明没怀孕，还把这脏水往自己身上泼。我就碰到一个这么二货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是，我承认，在广东做生意的时候，朋友们总开玩笑说我俩是一对儿，可我发誓，我连他一根手指都没碰过。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这样，非得死缠着我不放，要以身相许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得了吧。
要不是你跟人家眉来眼去的乱放电，人凭什么就逼你啊？你又没钱没势。我自认倒霉呗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他不是说怀了我的孩子吗？我倒要看看，再过两个月，他肚子里揣的是皮球还是棉花？哎，不，等会儿。那你要赖在我这儿两个月？我也可以不赖在这儿啊。什么意思？你给我钱，我立马走人。你怎么不去死啊？那我就死在这儿了。哎。一个人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我帮帮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这就好了。几个月了？啊？我说孩子。啊。快三个月了。哦。我记得我当年呢，吐的是翻天覆地的。嘿，你呢？大老远的坐长途车，嘚啵嘚啵就跑来了。嗯，比我强。啊，那个，我妈怀我的时候吧，就吐的不厉害。哦。那个，这样吧，改天我带你去检查检查。不用，大姑，过几天我自己去就行。不行。你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必须得有人陪啊！再说了，你刚来不知道医院怎么走啊？啊，哪个医院好你也不知道啊！说吐就吐上了，接受能力挺快的呀，小样。哎呀，安德玛。你说，有钱有什么好？我告诉你，一点都不好。我现在就想做一个普通人，没有烦恼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。你这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知道吗？还有钱有什么好？如果你今天没权没势，我告诉你就没人陪你玩，你信吗？嗯，没钱没势，挺好。我李自信也是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的。我告诉你，安总，就算我今天不在烟雨潇湘，凭我自己，我也凭我自己的本事干出一番事业来，你信不信？行。李哥，咱今天说到这儿就没有上下级关系，说什么都不带生气的，你听见没？你先说吧。你说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是吧？
你知道现在外面多少名牌大学毕业的？一抓一大把，知道吗？是。你形象好，长得帅，可你帅得过人家明星吗？我还就跟你说一句实话，李思静。如果你今天不是烟雨潇湘的李思静的话，就没人多看你一眼，你信吗？滚！啊！我说你给我滚！你干嘛呀？不是你干嘛呀你？你刚才不是说好了不生气吗？你别喝点酒，你在这给我装疯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我也喝酒了，干嘛呀？一天到晚，人你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没事在办公室高兴的时候叫我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然后生气了就得滚，还没事再骂两句，你干嘛呀？我欠你的呀，我不给你喝了。哎，干嘛呀？哎，慢点。哎，对，我错了，啊，哥错了，错，坐，坐。安诺，别生气，我罚一瓶。你不用，你喝一口行了。哥哥错啊。安诺，最近呢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我这心里啊，总是七上八下的。说的有什么过分的地方，你多担待啊。不说了，过去了，不说了啊。其实啊，我想找你聊啊。我对薇薇是认真的。可是你说这人一认真，怎么就这么难呀？不说这个了，你就说咱们烟雨潇湘，从我当总经理之前，我妈干得风生水起，生意越来越好。你说到了我这儿吧，就两家店面的租金都能把我搅得焦头烂额的。安诺，跟我说句实话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你说我不骂你？不是啊，不是了啦。李哥，还记得有一次在董事会上你说过特别经典的一句话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我说你一头猪已经无法形容你的蠢了。听我说，嗯，你说为什么总有鸟会撞在那个玻璃窗上？啊。是因为它飞得特别的快。这个事业跟爱情啊，其实是一样的，什么都是欲速则不达，你明白吗？安东，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真的，今天我才发现，你原来没那么蠢。你提醒的特别对，这杯酒呢，我敬你。哟，他大姑，怎么起得这么早？哎，叔叔，是你啊，小鹿。啊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这，哎，没事，叔叔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 case。哈哈，你先去刷牙洗脸，等会儿我们就可以开始吃早饭了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
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大姑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啊，这厨房你知道哪是哪儿？你就在这干呢？哎呀，你别着急，大姑，这些我都会。你看我做的多好。行行行行行，你干嘛呢？这活是我的，我来干。不是，我都会。一个孕妇，你干什么呀？去去去，快快去啊！听见了吗？怎么吵起来了？不知道啊，怪怪的。怎么为做饭还吵起来了？搞不懂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你不吃早饭了？终于堵车。不吃早饭对身体不好。我减肥。不吃早餐才容易肥呢。靠你做事。我先走了啊。你带上点啊。走啊，阿爸。哎。问哥，你还真是个纯爷们啊！这冰箱里啊，除了酒就是烟，什么都没有。平时就我一个人在，又不怎么在家吃，干嘛把一堆放冰箱？所以就拿这招待我啊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。不是我说你，一个女孩子不会做饭，由谁娶你啊？要你管？我今天还就管了。要是没人要你，我收你。什么时候轮着你这小屁孩了？别学我姐似的，老打我头，长不了大高个的。都三十多了，还长大高个？都三十多了，还小屁孩呢？你就是小屁孩，因为你姐我比你大。我不介意，我好这口。你有病吧？你有药呀？我介意。吃面。大姑，你说张婷到现在也不来个电话，他怎么回事啊？他那个电话什么时候回过呀？别管他。哎，不能喝啊！薏仁是寒凉的，孕妇吃了容易流产。哦，我不知道那么多，那我不喝了。油炸食品不能吃，吃了对胎儿不好，皮肤不好。别吃别吃，那个腌制食品容易得癌症。能吃了，辛辣伤胎儿。哎，我说你一个快当妈的人，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你真愁人，什么都乱吃。没那么严重吧？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能吃，那他不就得饿肚子了吗？怎么不严重啊？我跟你说，头三个月是最关键的，还弄不好出大事儿呢。没事，叔叔，我吃这包子。也很有营养。这馍片炸的不焦啊。我说你对人家孩子是不是太苛刻了？你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咱们欠着人家的。我觉得你对他有成见，有点难为人家。哎呀，张老师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！我怎么是难为他呢？啊，我是对他好。怎么说，他肚里怀的孩子也是咱们张家的吧？我能不心疼吗？慧敏不在了，我就有责任替他看好这个家。现在社会上什么人都有，谁知道他肚里怀的谁的孩子呀？
你别瞪眼啊！啊，哪一天有个女的说怀了你张老师的孩子了，你也收留她呀？你净瞎说，我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啊？那张婷也不会出这种事儿。哪个姑娘愿意在这个事儿上撒谎啊？啊，让人听见也不好啊。这可不一定。告诉你，并不想让你走，来不及找到可以原谅的理由，空荡荡着双手，抓不住这借口，有句话好久好久都说不出口，爱不能太纠缠，我和你谁都无法承担，爱太难到一端，到最后我只爱着简单，不管距离相隔多遥远，闭上眼我就会想起，哦哦哦，过去想和你联络，想要得到线索，从此这世界不再有寂寞。简单。